藤井婴儿而设，从国家新区到粤澳深度合作区，服务澳门初心未变，迈向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，横琴承担着国家示范门户与完形大湾区第三级的战略使命。我们提出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典范，未来理想城市的新范式目标愿景，面向秦澳未来，构建城市与自然互联、实体与虚拟孪生的未来十字理想城市模型，以秦澳一体、孪生十字为主线，共建秦澳孪生共赢的典范之城。延续秦澳一衣带水的人文脉络，重新唤醒十字门水道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原点的历史地位，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。城市十字面向未来，延续新峡天目河，强化十字门金融中心、秦澳活力中心、天目河创新中心三大节点，支撑山河辉映、创新引领的城市中心体系。继新峡沿岸作为秦澳融合第一线，加强两岸交通无缝对接、跨河功能融合与景观风貌协调，金融绿道、中央公园立体融合，无车空间和共享设施把活力和绿意向外渗透，并与环岛韧性水岸结合，营造公园里的城市，体现生态文明都市核心的新范式。口岸城会联动横琴口岸、天目湖文化与澳大创新三大活力引擎，共同构建秦澳融合的活力客厅。新增澳大微口岸与地下高铁枢纽、创新园无缝连接，创新无感化、通勤化的跨境模式，望洋湾盘定位为链接秦澳旅游的综合性门户，集合多元交通换乘、金融主题乐园、海洋市集小镇、白岛码头、山野体验等功能，引导秦澳融合沿天目河向西延展，形成四个功能混合的空间单元。天目湖畔以秦澳之门向西呼应天目琴台，塑造横向秦澳呼应、纵向山水相逢的天际线。天目十字，两山一河之间的功能十字，以横琴城际站点为核心，南北延展水城创新链条，东西促进文化互动交往。盼山潮落，依山就势布局虚拟大学园与总部孵化集群，定义未来知识创新的新场景。融合创新、文旅三大主题，赋予了九个核心节点丰富的功能内涵。从国际都会的繁华到面朝大海的浪漫，未来的横琴描绘了一座理想之城的无限想象。从秦澳同源走向秦澳一体，横琴树立一国两制实践的新典范，以孪生十字建构理想空间，横琴将定义一座理想之城的无限未来。